这不马上要开学了，给小家伙去搞几身衣服啊、哦！走吧，去超市给他买点衣服。谢谢。嗯、这小家伙来了，他衣服特别少啊，你看还穿着小马赛服呢。嗯，谢谢。你好。嗯，他爸爸叫他说谢谢呢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母兔兔也去啊、哦！啊，你看整个木棍天天在那刷牙。母兔兔，我看你手表。我看手表，这是手表 ，watch。嗯嗯啊，看了，这是他从咱中国网站上购物买的手表，已经到了，他俩。你我的妈，你老婆了。嗯，好家伙，他说防水的。我们现在在等红绿灯啊，你看这小商小贩拿着东西都开始在这售卖了啊，卖什么的都有啊。今天天气还不错啊，你看这白云。唾手可得呀，感觉。这小家伙，你想买点是吧？啊？对，他没见过这么多车。一会儿带你去大超市啊，让你见识见识这边大超市。秀才，秀才。你好。刚才有卖手表的，你知道吗？给他要卖他手表。然后呢，他给他展示了一番这个手表，这手表肯定比那手表强多了呀。好家伙，母猪的啊！嗯，这手机这手表非常好，他觉得。一会儿呢，给他准备，我准备买一套平常休闲穿的衣服，然后再买一套小西服，啊、穿着小西服去上学，因为我家那边呢住在那个富人区啊，那个能上学的这个小孩家里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整上一身小西服，场面场面。到超市门口了，你看现在正在安检啊，一辆车一辆车的扫扫底盘，看看有没有违禁物品。然后呢，再取个停车卡，停车收费。走啊！啊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到了，到了，这边大超市了，带小家伙也来见见世面啊。他穿的这小马赛服就跟这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啊，你大人穿还好啊。来整两件衣服。好了，现在已经进来了，我们直接去前面那个卖小孩衣服的去看一看啊。你看这一脸疑惑的小眼神啊。嗯，马球马球。嗯，没来过这种地方嘛，以后你会习惯的啊，秀才。在这选购啊，你看这琳琅满目的都是小孩的衣服，在这里买衣服的还真是家庭条件都是不错的啊、哦，才来这个商场里买啊。他的老爹呢，给他相中了这一身的这个裤子和这个上衣啊，让他试一试啊，试试。你看他们非洲人试腰围都是这样试啊，就是这个裤子能围脖子一圈就能穿，嗯。啊，就太小了是吧？围不过来就太小了哦。哎呀，我又学了一招啊！原来买衣服可以这样买啊，腰围围脖子一圈儿。木头子，嗯，八度微微 baby 哭不？真的是哭啊！真的是哭，真的。啊，这从哪儿真的？现在让孩子上学了，以前的时候哎，还让孩子放牛，秘密牛。嗯，喂哦，你放牛了、啊、哎呦喂，思想也变化了啊，你看这境界提升了，之前还让孩子去放牛呢。有比行啊，啊换了一个人啊，孙明秀才，秀才先干去。哎呀，换了一个人啊，好看啊，好看，这一身可以。那走吧，结账去吧，然后再给他整身西服，然后再买个小皮鞋。走吧，这上这结账。哎呀，光想着跑了，小书包还没买呢，给他买一个小书包，也就这个小书包好看了，我看。这个小书包，来，背上。刚才差点都走了。嗯，行行。这个牛，走，结账去，走。看看多少钱啊？17万3，本场消费17万3。啊，三天。
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啊、哦！你看换上之后，换上这衣服确实好看了啊、哦！我们现在去买这个小西服。小孩爱看电视啊，看见这电视都走不了了。好奇啊，你看害怕，害怕这，这母头都，哎呦喂，他看我呢。哎呦，走吧，害怕呀！我们找遍了这里的店啊，只有这家店卖这个小孩西服啊。你看这小西服，多板正。你看这，我看好看吗？你看这小西服，啊，让他试一试啊，先试试红的吧。一会儿再穿上那上衣看一看啊，看看这气质怎么样。好家伙，啊，非常帅气啊、哦！成老板了啊、哦，马铁斯，你儿子成老板了，高兴的马铁斯，转过来我看看，拜登了，啊，我看看，专业不？对，你这小蝴蝶结啊，对，整正当了，对，运动专业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气质这一块提升了啊，有所提升啊。本场消费13W，还挺便宜啊，这西服啊，大概就是400块钱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鞋店了，给他整双小牛皮鞋。哎，那里，整双皮鞋。我感觉他爹都没有穿过这皮鞋啊，他爹。你沾光了啊，你沾你爹光了。这小鞋都真可爱呀、啊！啊，这一双鞋呢是100多啊，这我感觉这现在的就是这个超市里的物价啊，都是为了外国人准备的。当地人他要是普通人的话，很难消费得起啊。这物价太高了，就在非洲。就看来看去，还是想让他买大一号的啊。大一号的过一年还能穿，你说买这种小的。他就是当时穿，但是明年就穿不了了。这小孩长得都快呀、啊，啊，小孩还是害羞啊。成功拿上这一双大头皮鞋，老板，Thomas 老板，小孩还是害羞啊。这双鞋成功拿下了啊，花了200块钱。嗯，谢谢，快谢谢。谢谢，这里多点谢谢。对，养成这个礼貌的好习惯啊，从小都得。穿着这一身西服在这商场里走啊，大家都看他啊、哦，这旁边的人都看他，穿的太板正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，那衣服都买完了啊，买了两身，非常帅气，是没有？你看这是，谢啊，不用谢，他爸爸教他呢，啊，就等着开学了啊。